首先，他已经先说一点是任意一点，所以我们把图形画出来之后就可以看出，这边四边形其实很好解。首先，我们先画一条弧线，我们可以看到画黄色的三角形跟空白的三角形面积一样。所以我们先把这些 x 跟 y 好了，所以可以先算出 x 加上 y 就会等于10加上25。就会等于30，然后另外一条平行线，你会发现这个加这个也等于ABP 加上 D 输 P 也会等于8，所以 S 减 Y Y 是写清楚一点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刚才说错了，其实应该是算用一半来看。所以 x 减 y 就会等于15，好，我们就可以算出 x